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妮，今天带大家来参观一下我的独家 listing 在 Chino 的一个正在出售的独栋房子。这个房子的上市挂牌价是620,000，然后室内面积是1626尺，占地面积2775尺，然后它是一个边户，大家可以看到哈，它这个采光是非常好的边户。然后前面虽然是道路呢，但是我们在室内基本上是听不到外面这个车流的声音的，而且它视线非常好，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些新房小区里边的距离都非常近，所以它在这个边角的位置就会隐私性特别好啊。还有一个侧院，我们进去可以看一下，然后我们从前门进去，然后呢这是有一个，好，我们现在进来呢，看到这边是一个半卫，半卫就是它一般没有这个浴缸，然后这个灯呢，因为建商是 KP 嘛，那大家都知道 KP 特别重节能，所以它这个灯就是人不在了，过一会儿它就自己关掉。好，我们进来就看到生活区是全开放式的，厨房，然后这可以放一个餐桌，然后这边就是小客厅，挺温馨的，适合小家庭。我们可以先看一下院子，院子呢就在这个社区里边算是比较大的了，然后是一个比较大的侧院，我们可以开门出去看一下，那这个视线也挺好的，光线啊通风啊都挺好的，然后有一个小侧门，可以从那儿呢就牵狗狗出去啊，或者是垃圾箱从那儿出去都可以。这是厨房，然后厨房呢这其实是可以当一个小岛台，然后在这儿吃早餐啊什么的，但是像他们生活比较简单嘛，他们就餐桌也没有，就直接在这儿吃饭了。这个呢就是厨房比较干净，因为他们做饭比较少。然后这个地方一定要详细拍一下，因为它真的视野挺好的，特别是你看蓝天白云的时候就看起来很漂亮，光线也非常棒。那边呢是有一个厨房的 pantry，里边有东西我就不拍了。好，这边是就是你可以放一个比较大的冰箱，好，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车库。车库呢就是他们有装这个电车的充电座，还有就是这种新房比较流行的没有缸的热水器。这个是有一点小可挑高的空间，然后光线也非常棒。好，我们上楼上去看一下。其实刚才上楼这个位置还有小储物间就不拍了，就是储物空间比较多，然后你把东西都塞里边的话，然后屋子就会显得比较整洁一点。然后右手边这边是一个洗衣间，洗衣间这边又有一个储物间，把杂物放里边。然后这边是主卧，就是主卧在单独的一边，然后主卧那边是有一个走入式的衣橱，里边我们就不去看了，因为比较乱一点。好，这边呢是一个主卧的卫生间，淋浴加浴缸，然后两个洗手池的洗手台，然后这边呢是卫生间，有带门，这样隐私性比较好。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边又是储物间，真的 KB 他们家就是比较重节能和重空间利用。好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边是两个次卧，它跟主卧不在一边，所以说它这个主卧的隐私性也比较好一点。然后整个屋的光线非常棒，因为现在是下午快5点，所以呢会有一点点暗，但是早上的时候光线特别好。它的学分呢，学区学分是8分，高中的石诺港高中，然后小学的话呢现在是6分的一个很新的小学，但如果说你想要去上中英双语的小学的话，就在附近也可以申请，很多人都申请上了，也是开车10分钟左右。